我没有，刚好就是今年年初吧，然后刚好他们就是一些公司的人有跟我说，你今年要不要唱？我说好啊，可以啊。等于说我今年就有先答应他们说今年要唱，所以也算是准备一年了、啊。但是也是歌曲也是最近才开始决定的。Oh, I think the team asked us if we wanted to sing, and I said I don't think we can sing. Maybe we can dance, and then we wouldn't dance for the fans. Yeah, probably sing. Play our appreciation, you know, for this season, whatever, like.本来没有我嘛，本来是就是布雷克、菲利斯跟蒙威尔，然后后来加了霸能。霸能之前他们就先来问我要不要跳，因为他们之前有看过我们在那边跳，然后觉得五个人在一起好像比较好一点。我说那找杨将就好了，他说没有，你就像杨将，那就一起跳。你之前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啊，参加，然后。这两三年是就是想说就给年轻的参加嘛，然后就球团的同事就一直要找我，然后就想说好吧，那就唱这样子，就是我算是那个草地音乐会的老前辈了，就是可能跟球迷比较拉近距离嘛，因为平常我们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专注在球场上啊，然后其实有时候讲真的，有时候很专注的时候，连球迷加油的时候声音都听不太到，啊！但是草地音乐会就是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然后一听到楼下有人在帮你加油啊，就是哦，这样觉得很爽。一开始球团要叫我唱，那我就说我不要了，因为我觉得我唱蛮多年，对，每年都有，我觉得球迷会腻。然后我那时候就说，要不然我要唱的话，我要跟子豪一起。对啊，子豪就一口就答应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问他，我一开始他有问我，只是我跟他说可不可以退掉，然后他说没办法，你今天就要。然后刚好那时候接线我来找我，然后我就刚好有人陪，就比较不会孤单，就答应。这首歌哦，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也是有一点时间了，那我觉得他的感情跟他的里面的一些歌词让我觉得蛮有感触的。今年是唱那个《莫忘初衷》，就是因为前几年的话会比较想唱一些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听过是有一些芭拉歌嘛，就是现场比较有共鸣这样。然后今年觉得就是可能明年不想再唱了、啊，今年可能最后是唱了，所以想要唱自己想唱的、啊，或者就是自己想跟唱给球迷的东西这样。我知道子豪或蛮多会那种顽童的老舍，所以我就选一首我也会唱的，所以我就问他说：“你那首你会唱吗？”他就很帅，哦会啊。啊，我就说，哎、欸，我知道，辣牌妹你会吗？哦，会啊，就很帅，什么都会啊，所以他配合我，对，我要感谢他。他叫我唱，我也不知道我要唱什么，就一直在想说，顽童的我要唱哪些，然后刚好今天找我，他也挑好歌，我就答应。那我们昨天练球的时候比较好笑，因为顽童不是有三个人嘛，我们就拉安可，我说安可快点啊，你加入我们啊。结果偶包，你跟他讲一下为什么要偶包。我们找他，然后他死都不答应呢。然后他一直叫我们去找别人。他说我去年有唱了，今年就不用。他从去年他就不想唱了，那是因为就是球团有跟他讲说，不然你找志杰跟我一起，他才说哦好。他都说他去年就说什么，我今年就唱最后一次，我不唱了。他已经打预防针了，我也去年也讲过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又有我，就每年都有我。对，希望每年都有志豪。会紧张吗？其实好像还好，对，比起投球起来好像还好，因为平常都在唱歌啊，所以应该会放得蛮开的。Yeah, no, excited to get back to the fans and just have some fun. It's going to be a fun night. No, me is staying the court, bang. Maybe I can see everybody, follow everybody. Yeah. 其实还是会，我觉得真的隔行如隔山，就是现在可能我上场比赛可能不会觉得很紧张，可是上去台上还是会紧，就是好像没有那种在那个 KTV 唱歌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不一样。即使不用担心的原因是，很亮啊电视，他那个 SPA 都打在我们身上，然后你看不到下面的观众，下面都是黑的，所以你根本也不会害羞，你也不知道谁是谁。嗯，对，所以那天你就尽情的，不然也会害羞的话，你就看，应该会有字幕，你就一直看字幕就好。对，应该是不会了。学长，学长开发一下。没有，因为我第一次唱的时候我也很紧张啊，我那时候一直在幻想说，哦，我在唱歌，全部都在看我，结果我上去根本就看不到人，我根本就不知道谁在看我，到就是把那个目光转移到那个荧幕那边就看歌词，应该是说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会比较
尴尬的。可是如果有子豪一起的话，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两个在台上互动就比较可以减缓互相的尴尬。对，我不知道子豪怎么想。希望先嗨，我就跟着嗨。所以意思说我先嗨。嗯，你要举手，我就跟着举手。反正还是这样啦，就是希望各位球迷能够带动子豪。那子豪上场的时候，就是让他有更大的欢呼声，让他更有自信，他就会尽量的用他很帅气的歌声来带动你们。对，就是 everybody 一起叫。你啊，我觉得会。对啊，因为很奇怪。你也没有这样过啊，本来有问过要不要唱歌，但我拒绝，因为我不敢啊，因为我没有这样过啊，在 KTV OK 啊，在这边没办法啊，投球就已经够紧张了，要上去跳。那投球比较紧张还是跳舞？跳舞比较紧张，不是我专场啊，对啊，我只是在那边打酱油的。稍微有听到斜线跟子豪，有稍微再 re 一下，应该会蛮精彩的，应该会蛮精彩的。I'm the best. Yeah. Brock. Yeah. Really? I don't know. Tim, I think I might have like the moves down, but Tim like yeah, he goes more, crazy. Yeah, yeah, that's what they say. Yeah. He got more and more movement. Yeah. He's bad. You know? Yeah, like every game we see us, we dance in the dugout. Every night I practice. You practice? I practice only one time. I follow Brock because he's right in front of me. So yeah, they put me at the front. Yeah. Hopefully, I'm going to follow the cheerleaders. Probably Benia. Yeah, because me as Benny. And who? Me as Benny, new guy here. I don't know, see that dance. Only one practice. Yeah. 我需要加强。OK. 那自己也加强。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不用了，因为他跳很多次，毕竟那么多次 MVP， 所以他在跳舞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都很活泼。对啊，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对啊，球迷就喜欢看这个跳舞第一名嘛。我只能说就是布雷克吧，对啊。可是我觉得扭动最漂亮的应该是菲利斯，可是霸能我就没有那么特别看，因为那时候他站位是在我旁边，对啊，没有那么飘，没有飘到他这样，因为我是里面最矮的。哦，陈玉唱歌也蛮好听的，陈玉唱歌应该可以期待一下。对，啊，杰宪就是搞笑的，不过杰宪认真唱也是不错，可是他应该很难认真唱。互动嘛，我觉得就是也不一定要什么互动，因为我属于。慢歌情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进入到我的歌里面，对啊，不到耳朵会怀孕啊，可是就是至少大家会享受的气氛。No, just come out and see for yourselves. Should be a lot of fun. I think they're gonna be lucky to watch us. They're lucky. Don't laugh at that. Hopefully they enjoy the fans enjoy. 我去年的时候，这后面我都会故意 Q 一段叫球迷唱嘛，就其实，在台上的时候听起来感觉就是喂。好像自己的演唱会的感觉，上去就即兴了，即兴开始。我们应该是那天会彩排一下就好了。啊，反正应该是说把它当作在前柜那时候唱歌的感觉下去唱就好了，差不多。我还在车上开车都在想说，我跟子豪到底要哪一段，谁是哪一段，谁是哪一段。我们两个就是我还没跟他讨论呢，但我也还没想出一个结果。我也三个都会，所以。就一个球队里面不能都太强，不然不知道怎么分配。因为我也还没有问说你哪一段比较厉害啊，他也没有问过我、啊。我都会，就好好表演给球迷看啊，怎么办？对啊，让大家笑呵呵这样。一二三，嘿！You made a mistake and also evaluate yourself. Yeah. How many points can you get? How many points? For the dance? Maybe 8 points. I think I do perfect. Yeah, I think I nailed it. I think I do perfect.
I think I crushed it, but I don't know. Horrible. Let the fans vote. Horrible. Fans like it. Yeah. We don't want to do it again, man. Yeah, no more. Is that what they're saying, encore? Yeah, they do. I thought they were saying encore. Like, yeah. Encore, not encore. More on Tuesday.别忘了还有我老朋友陪你 You're never alone 没有刻意就是刚刚后面就是有点感觉觉得哎想要希望大家一起唱刚细唱有一点感触了就是觉得这十年就是很多起起落落就是真的要莫忘初衷然后不管是这个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刚中间后面是有一点快没声音了，因为就是蛮想说就是想要唱全部团队就豁出去唱的感觉，后面有点没声音，八十分。大家今天开心吗？我们是两个会痛的石头，猛烈冲撞过烈的风，永远。下午的时候还在加一次比赛这样，然后一比完赛就太兴奋，就赶快冲回来台南。因为去年就有唱过，所以也不会说特别紧张这样子。以前就是疫情还没有爆发疫情的时候，然后就去 KTV 都会唱这首歌这样子，唱的比较顺啊，就是比较有把握的八十分吧。因为今天原本他们中午说有彩排，但是我中午在比赛就没得练习这样子。对啊，球团办这个活动让我们更接近球迷，就觉得这个活动办得很好这样子。我刚刚已经答应球迷说明年还要再来唱。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真实，时时刻刻的幸福。稍微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在大家面前唱歌嘛，所以比投球还紧张。因为我是叫粉红小可爱嘛，那应该要应景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称号，所以穿一个粉红色跟大家见面。我觉得应该还算及格啦，那如果有不好的地方大家多包涵，但应该还算不错，给自己来一个八十分好了。对，在介于中间。才记得太伟大的从不见得像个泡沫快进的站着靠台比我们拍电脑，对哦，比我们这气氛整个不一样，加上子豪，我觉得是蛮开的。刚在旁边闲聊到，觉得蛮不错。刚刚嘛，因为其实刚在唱的时候都还好，没有看得到台下的观众，然后就一直看杰宪，然后想到杰宪有在跳舞，就跟着动作大一点。所以就是我们平常有在培养默契，我们在休息室里面培养。没错呀。找我那时候讲的那个球季结束的，跟他们讲一下。球团的圣诞晚会应该会叫我们唱，然后我们应该不打球了吧？呀，我们要先发展。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是我们球季结束之后有个空档，我们有空可以去接那个尾牙，我们可以接尾牙。认真讲，一百分我觉得我们大概九十啊，剩下十分是因为我们两个肢体有问题没有跳，我觉得要那种带动那种感觉才好。对啊，就是我们有点不会跳舞，有点害羞。